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63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CE04 的 King Bee Knight 王蜂骑士，用了电影第三集的 Bumblebee 呢下去做开发不可变形的一个大黄蜂玩具啊。当我从盒子里将它取出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它身上的这种黄色啊，和盒子这个黄是很明显是不太一样的。盒子上面这个黄呢比较鲜黄色，而玩具的实体的是偏向一个鹅黄色。其实我觉得玩具的这个配色是比较正确的。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肩炮好了，肩炮的话呢，左右本身单独还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关节左右可以动啊，它这个地方是插在肩甲上，这卡下去的一个嵌口的话呢也是比较紧实的。那它本身左边右边还能够动啊，但是都是偏紧的一个手感。那我自己去插上去之后啊，你要我把玩它的时候呢，我是这样子，左边右边可以动，加上它的肩甲本身又可以上下动，还可以前后单独去滑行啊。所以说这个肩炮的话呢，你可以做出很多发射的角度，但是我个人呢是觉得说这个肩炮你做垂直的上去，我觉得对于它的整体的外观呢并没有加分。所以这个肩炮呢，原则上呢，我可能就永远把它给封存起来，我不会再去使用它了啊。它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那种印刷，这种，对不对？是叫什么赛车的条纹，很多地方都有啊，包括这个地方，啊，这非常特别。我以前的，我手边的大黄蜂的玩具呢，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印刷的。由于涂装，它的分色的话呢，做得非常的成功，啊，所以它一个内外骨骼包覆来讲，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。而且它胸口啊这一带，你挑起来动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里头有很多的细节。然后侧边我最喜欢的是这里，有一个像是联动的这个履带去带到这里啊。当然电影的话呢，我没有那么详细去看到这里头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细节。那翻到后面来看的话呢，它这里的话呢做出一点点油污的处理。那这个地方上下动的时候啊，也是有一个这样子错开的一个感觉，当然是没有像所谓的龙虾背那么夸张啊，但是也是意思也是很到了。后面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像是什么反应炉啊，不知不觉还以为是 Gabaldon 对不对？然后屁股这一带可能是金属涂装感觉是最好看的一个地方。那它的背后的话可以给各位看一下，背后它的翅膀也有很大的活动空间，它的根部啊这里卡进去啊是有一个防呆的插孔的，然后它的上方可以动的地方呢有车门板，还有这个连带这个支架本身上下可以动，还有下方这块部件也是单独可以动啊。这里也可以各位再次看到啊，这样子特殊的一个印刷啊，非常的特别。那上方这里有一些做旧吧，做旧还是有一些，那么本身车轮胎在状态下呢还是可以动的。那么呢翻到侧边来看到手臂这里有多出两个小细节，后面的这个部分给各位展示一下啊，这个地方 OK。 那它的这一块部件啊，我自己觉得吧，在把玩的时候呢，这一块部件，这个圆形的这个造型啊，它有时候会妨碍到，你看手臂的转动啊，它会去卡到。那卡到的话呢，你就只能说把手拉出来一点点啊，错位给借开，再才能够把它给转过去啊。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，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了啊。那肩甲的话，刚也各位做过展示的啊，它可以做一个上下的调整。你如果把它往上调，手臂的空间就可以平举的更多，甚至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推到后面去啊。反正照相的时候呢，这样子照，然后就有一个好像手臂完全举起来的感觉了啊。哎，我没叫你比，这是恰刚刚好，刚刚好比出一个倒赞啊。然后它的手臂啊这一带，这里的话呢很明显做旧的这个污渍，它这两个圆形的部件很漂亮啊，看起来很有力量，可以上下动啊，也可以前后动啊，都没有问题，而且还是比较扎实的。那手臂的话呢，上方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，但是我手上这款是比较偏紧的，建议是这样捏住去转动啊。那造型上的话呢，这个黄色护甲稍微干涉到一些啊，这个也不是什么很要命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呢手指这里本身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每一根指头的话呢都可以单独的张开，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指头的话呢，除了这样子动之外还是可以张开的啊，往两个角度是张开的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掌中心，哎，有一些掌纹，哎，看手相的一个细节刻画。后面的这个地方这块部件是可以稍微做调整的，还有胸前
啊，应该说肚子旁边的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不明的，是弹簧管还是什么东西，也是可以稍微动一下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很多玩具呢都会有一种这个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它单独有一块连接杆，把它给用力扯下来啊，这个要稍微用一点力，直接的把它踢到最前面来，然后再调整一下大腿护甲的话呢，这个脚的话呢就可以往上踢得更高。那膝盖的话呢有一个联动啊，可以看到这里折下来，而且可以超过于90度。那这里的话呢细节就很多了，我很喜欢这一代厚重的感觉。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地方，它这个脚后跟的这个部分，我的话呢习惯是把它弄成这样，还会有一个脚后高跟的一个效果，这个对人物的站立的话呢是效果最好的。当然你完全是你喜欢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调整了啊。前半部这里可以动，那这里的话呢这块部件也可以做一个调整，以及呢它有一个接地的话呢是在上方这一带，而且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合金部件啊，所以把玩起来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基本上呢整个玩具在造型上的话呢几乎吧，我觉得吧，以这个价位，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台币的话可能也是2000左右吧就能买得到，我就觉得这个 CP 值还是挺夸张的。那它的面罩的部分啊，对了，在示范面罩之前的话呢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发光的话呢，用磁铁去吸就可以，普通的磁铁就行了。那我是刚好有这个去碰一下，它的眼珠子就会发光啊，蓝色的眼睛。那碰第二下的时候呢，据说是呼吸灯效果，但是我感觉吧，不是很明显的。反正我们就先把它给整个长亮起来，亮起来之后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里头啊，眼珠子也是有一些细节刻画的。然后手炮的部分呢，它一样是可以触动，红色的一个火炮。那这个配合旁边这一圈啊，感觉还是挺有发射火炮要把你轰掉的感觉。那手炮的替换就很简单，直接转一转，就转一下呢，就直接把手给换下来。你可以看到内部啊这一圈是金属的一个部件。那手臂的换上去就很简单啊，直接插上就行了。那么呢它还有一个面罩，这个面罩的替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刀锋风的头顶上这里其实有两个小洞啊，就刚好就直接就把面罩里头的这两个凸啊就直接扣上去，这是我看过最简单粗暴的一个面罩的替换方法了，效果就是最好也最简单，甚至不用考虑到什么上下摩擦变形之类的。那也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眼睛发光的部分呢，在戴上面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从里头给亮出来凑出来的。而我个人的话呢，提过了，我是个喜欢戴面罩的大黄蜂的一个造型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将会是我平常呢放在柜子上面的一个形象。那整个关节的紧实度啊，涂装的部分呢、主要还是考虑到它的一个价格吧啊，这样子的表现呢，我个人是真的是挺推荐的。那利用这一集的时间呢，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